Hey t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各大那个招聘公司都出现了这个叫什么机器人的指令工程师，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很靠谱了，这个 translation。主要是它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新兴的行业，需要和各种像 Midjourney 啊 Stable Diffusion 啊，还有这个 ChatGPT 也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就是怎么和训练这个机器人往你想要走的方向去做，去生成你想要的对话结果，也是不就是一直我在干的吗？Anyway， 就是看看这个测试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You are avatar， 这是什么？这是给我了一个 quote。好奇怪，就是用这两张照片哈，我就随便选了两张，然后你要是发送出去，然后是 copy link， link 应该是 like this 这样式的 ，as 什么生成的，像这个什么 Discord 这个 link 就不对，要注意分辨 URL 哈，给到它的 prompt 是 female pixel 皮克斯那个出来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权限都设计戴眼镜的，因为我这两张有眼镜啊。anyway，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上上几个，一会儿看一下。等一下，这个底下是想要这样的，比如说第一款你要点 V1 或者是其他的，它就是会有其他的不同的版本，但是以这一版为基础的。哇，我觉得这个还第四个还行。anyway， 这里面我喜欢的，后来我就换了 prompt。有 character 就是角色名字，一定要男女一定要写出来，然后是什么风格的。然后这个后边的都是它自带的，我现在设的是Midjourney是 V4 版本的固定设置，然后后来我又换了 prompt half human half robot character， 这个还行，还蛮薪水的，有几个出来了，想必大家都可以看到后面，可能那一张是我比较喜欢的样子啊，这setting是这样，这里面是新出的一个 mode， 可能支持的有一点儿，我还没试过，哪天试一下吧。V4 版本 Relax Mode 就是慢慢儿的生成，如果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 credit limit， 所以要注意喽。分层这几个，Midjourney 那个手哈、很奇怪的手指，有三颗，有四颗，有的五颗，所以这个手的，是常年老梗，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第四个好像，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深层。还有这个我给的 prompt 是试验一下哈，我喜欢这个 Star Wars 这个 Princess Leia， 生成出来就有点过于女性化， OK， 这几个就是渐渐的一点点生成像我想要的样子。这个 V4 我试了一下，它这个 background 那个 lighting 都不错，但是这个放型有点凌乱啊，后来生成按这个基础生成的头型换的也是不是很好这个好有意思，连跟我手摆的控制都是一样的。这样说的，也喜欢这个洛丽塔的风格的小伙伴可以试试这个命令墙的 Star Wars Princess Leia。这个也是我很欣赏的一款，还可以，有几张是 OK 的。又换了一个 prompt， 是我喜欢这个普罗米修斯，有没有那个普罗米修斯迷的小伙伴，请一定要留言。那个我好喜欢那部电影。这里面几个。就很有那个机械风的范儿了。OK， 我们继续往下走，应该得到我想要的。出来了，就这个，这是从 generate， 这是基于哪一个图片的基础上 generate 出来的，这都有，你可以点这块。我就先不点，我给这个 upscale 的这个鱿鱼，这个手我们就忽略啊，就只要手上来这块，这个手太左下，这个手太斜了。这个也是第二个也是蛮好的，而且这个我第二个这个衣服设计的好幸运，有个比较喜欢，我可以放到这里的话，比如说 Hey not this one， 这个应该是截图的，放在这一块小一点点屏，还行的，这个样子哈哈，我的手型这个还是蛮像，但是我感觉这个好第二个有没有同学觉得第二张这个是别人的手伸过来摸你脸的感觉，然后他就给 type 上，
我习惯，所以我选择第一张还 OK， 我比较满意。接下来的哦，对，我把这张 upscale 看起来还是细节啊，要看可能眼的那块不处理了，常年都是那个问题，处理了还不到那么精细化。我这也算 contribute 了，帮他们预训练一下 AI 有关那个亚裔的那个状态，这个也是我觉得相对 OK 的。这个手哈，一二三四四根手指 ，yes。我就选那张去作为那什么，如果想把它下载下来按这个 web， 如果想再看看这个基于这个版本其他的，就是继续让它 generate 其他的版本，我这是 generate 出来，但是 well 没有太满意的。哦，这个出来了， oh my god， it's a disaster， 这是啊不想看，算了，就那张还可以。然后我给他一条命令，是让他作为一个 YouTuber 给我们一个 outro， 一会儿 apply 到那个 D&D 的 3D 影像视频里作为一个台词。哦，一个试试哈，就是这个写了大老天的照片，写了一张，然后我用那个 Tiny Wall 那个网站，把照片的质量提高了一下，再试试这个，咚咚。开始大概就是真的没出来的 script， 他也 script， 选了半天，选了一个这个口音。这个网站还有中文呢，以后可以试一试哈。真的没特别强，我没有多少 credit， 应该是谨慎注意使用。真的没出来，看三个 credit， length 是44秒钟，它是带水印的，所以如果你要想真的维持很长时间的，可以充它值或者是怎样的。可以看到说你的 journey 那还好哈，就是你可以选择哪个地方，头像的，应该是可以，不会这么中间夹着这块绿岩，这个就是个造型不对呀、啊，我站到这头像，还是我这个头像的尺寸比例有点长，刚才我换了一个短的，可能是太大了，期待一下时刻到了。Hey t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and want to see more content related to AI, make sure to hit that subscribe button and turn on notifications so you don't miss any future uploads. We cover a wide range of topics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omputer vision. Our goal is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latest insights and updates in the field of AI, as well as practical tips and tutorials to help you advance your skills and knowledge. So if you want to stay up to date on the lates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AI, be sure to subscribe and join our community of AI enthusiast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从我的表情，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期视频软件还有，喜欢的朋友请点赞。OK， 3连一下，下次再见喽，下哦。